买了个1.2米的，哎，当时真是想，我当时想的是买个1.5米的，显得房子太挤了，我就买了个小的，结果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睡1.2米的床了。当时确实应该买1.5米的，我前面拿的1.5米的，然后后面零拉走了，然后换了个1.2米的。现在想真麻烦，我这1.2米的还要再卖掉，啊，都没地儿放。今天本来要来买床，结果没开门，只能现在直接去搓澡、泡澡、玩温泉的地方啦。华林竟然休息这么久，哎，我想的那过年不是热闹，他们这人应该多呀。哦，主要是可能很多都是内地的，哦，都回去过年了。新疆温泉很多啊，为什么会没有温泉呢？在那边玩多久？在哪边玩多久啊？还没准备洗澡，可是应该不太能播，我那个比基尼露沟，露沟露沟露沟，可能会扣分扣分扣分。温泉是天然吗？天然的呀，哪里的温泉不是天然的呀？有天然的，也不是天然的。哦，直接上去就到了吗？四发吧，哥哥不会打卡的啊？什么？四发什么什么？哇，兰博基尼！贤义哥哥，我先给你补发一下上次的，然后你去打个卡，我再给你补发一下这次，你再打个卡行吗？还新义的牌照。跑车，我总感觉像女孩子开的，是搞的粉色的，是个男孩子。到蓝湖了，好久没过来了。蓝湖这边有个椒麻鸡，不错哎。哎，我们要买点自己进去喝点，搞点。这不是西北路，这是南湖，这是南湖电信公司。然后这往前走就是，那边家乐福，你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这是那个南湖的公园，叫什么南湖公园吗？是不是叫南湖公园？我忘了。反正是个什么五星路啊？五星路在哪里？我怎么这么耳熟？我忘记了。五星路是不是在那个劳动街上面那边？五星路，北门转盘。是不是那边有一个叫北山七号？那一附近，北山七号的自助拌面很好吃。好家乡。知道那里了。哎，你当时怎么没有买那个蓝那个路虎？哎呀，那个也很帅。那个叫什么呀？发现。发现这个呢？那个是老款。这是揽胜。这是极光。极光。
觉得那个方方的挺好看的，我不然喜欢特别流线型，不然喜欢特别方。爱色千言那个八九十呢，这个多少？四十。权益馆，哦对，我知道那边。市场千言，好久没见你了。亲戚好几年没回来啊，就是的，这么亲切的老乡，打个卡。哦，谢谢一哥哥。的兔飞猛进，谢谢一个兔飞猛进，真的是我的好哥哥呀，带你好好看看乌鲁木齐的路吧。这再往前走就是南湖，南湖，嗯，长青四队你知不知道？长青四队那边，很久没回新疆了，是也不是吧，半年。小半年，我一般半年回来一次，夏天会回来一次，冬天会回来一次。酒吧，对对对对，酒吧那里，他那有个院子，他那个院子里面有当时的有当时的很火的好几个酒吧，沉迷啊什么，星际表确实，现在这里已经老了，过年天天聚餐呀。确实过年这几天天天都忙，车不少，人也其实不是很少，这过年人都还没回来呢，乌鲁木齐高峰期天天堵车。谢谢墩墩的百莲，谢谢墩墩的百莲魔盒，谢谢墩墩的百莲钻戒。这个院子现在都不行啦，现在新地标在那个北胜，哎不是那玩意儿，呸，那个地方叫啥，二马沉迷都开过去的那里叫啥来着，突然忘了，你咋能不知道呢，你装什么呢、那个、这样是个良民，你不是，那个地方叫南湖创造，就是把以前的一个足球场羽毛球场一个院子改成了全是酒吧，大型酒吧都在那边，夜店也在那边，但是它的以酒吧居多，还有吃饭的地方，这往下走就是温泉路了，你知道温泉路七坊温泉路，然后维斯特就在这边。墩墩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啊？白垫了一手白莲。墩墩还出三件的话，给你出50。我把这个底薪全给你们拿出来。乌鲁木齐，咦，-9度啊，真假的？这么暖和啊？早晚凉啊。哦，早晚凉，现在-9度，晚上-20度吧。19、20。-19、20度，也挺冷的。维斯特是得从这口下去。高中在哪上的呀？81吗？还是哪？黑猩猩的我啊。去电脑松口这儿。一中，冰糖一中，那时候也很好。那你应该很，你十几年没回来过了，那确实大变样了。八一那会儿缩缩子，反正81跟一中都很强。右边，乌鲁木齐一中，
冰啤酒和冰糖饮酒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大学才来的这边，就是最牛逼的，就感觉应该就反正是个什么一中，不知道冰糖还是乌鲁木齐，还有个八一。欢迎体育圈，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。冰糖是全江招生，乌鲁木齐是本市招生。哦，那所以有两个一中是吧？那我确实不知道。在左转，你靠左边走，对，你靠左边走。进去。没有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掉个头过来。直接突然可以过去吗？嗯，掉头不是，刚好一个掉头就直接拐上去了。说一中默认的是务实一中全国百强，这么强啊？现在也是这样子吗？直接是进去的。对对对。你带泳裤什么吗？在门口买吧。我没有啊，我不进、啊。你不进啊？我不进、啊。上来就是一个泡温泉的地方了。哎，这是滑雪场呢，也是滑雪场。衡水中学，不知道，不熟。我问他们美居开门没有，美居他们说大门开了，商铺没开，那还是跟白逛一样啊。那就明天就算逛了，其实也没有几个那个什么的，对吧？明天逛了也没什么人开门。前二十，衡水是哪的？乌鲁木齐的还是全国的呀？哦，全国的吧，应该是。好，谢谢。把你们送到门口就好了。对，最近要就出去了。啊、嗯，对，就不往出。欢迎星星。对啊，到乌鲁木齐了。昨天晚上就到了。好吧，那你去跟他坐一坐呗。你中午吃饭了吗？吃了。
然后多久啊？晚上三个小时，搓个澡，搓个一个小时，泡一会儿。盆水黄冈，很多可能。哦，那我就知道了。我以为你说新疆有个盆水呢。走吧，那我们快出来给你刷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轻轻的刮。哦，就想到了我们以前上学在这铲雪。书包拿了吧？拿。对，维斯特。我今天穿的这么点儿，我今天感觉不到冷。人还挺多的噻。给你们谁呀？两位。会员卡交代还是什么？会员卡。这个女的是不是这么些状况？掏钱的是我，一直跟着我哥干什么？哎，我们直接去里面洗个洗澡，套票就可以了，还是包含门票，包含搓澡吗？搓澡套餐在里面看，还在这看？洗浴的门票199，18个小时，不含餐的，门票包含的是就是。就每次搓澡的时候，就选他一个搓澡的那个套餐，然后他那个包含门票的。搓澡是单独收费的，您说的是三楼那个按摩吗？搓澡就那个女兵里面那个搓澡，你单独收费的。就是啊，我就说那单独收费的那个呀。对，然后门票是199，18个小时，包括是玩水的项目。所以现在就是门票跟那个是不一样了，分开了。他那个是包含门票的呀。您是上的几楼洗的？我忘了，上次来装修完的那个。上二楼吗？坐在泡沫桶那个是带搓澡的。嗯，对，泡浴缸的那个。泡沫桶，推奶推蜜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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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直接去搓个澡，然后它包含门票就一起了。是这样的，女士啊，春节期间价格有所调整，然后门票是100，上二楼洗单间的话，门票是249，光洗澡。门票是多少？门票249，光洗澡。249，光洗澡，不搓背。做项目泡沫桶的399，免门票。我们就像别人了，这个跟完全不一样，这样对啊，我之前来的都是那个进去搓澡，然后就直接是就停在半就办了。进去搓澡，然后他是直接是带那个什么的，看看。但是这个应该得刷牌才能进去吧？先坐着问吧。搓澡有吗？里面有单子。今天化了个这么精致的妆，结果就现在就来搓澡了。我本来想着先去买东西。你来，确实挺贵的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之前泡的是一个带搓澡的，然后他那个搓澡也200多吧，200-300，然后带门票的那个，现在没有了。有。399。399搓澡带门票，还带什么？木桶浴搓背推奶推蜜。我之前的那个是浴缸的那个，对，差不多200多，200多将近300。你们进去选就行了吧？对。那直接你给我们拿个那个牌子，我们进去选就行了吗？那您是上二楼吗？不是。应该是吧？这新装修完，我来了一次，我忘了。对，二楼门票是249，你要做套席的话，就是399起步。399包含门票是吧？门票、木桶、搓背、推奶、推面。这是最低的套餐啦。对。他这一下贵了好多。这个会员卡能用的吧？充值卡，看看里面还有多少钱。我就买个成人门票就可以了。洗浴和然后到最后我搓澡单，我单人搓澡就可以了。里面还有2871。上次消费多少？上次消费就是。上次你看一下，我上次搓澡那个是多少钱？就200-300吧。
贵宾厕所99吗？99。啊，这是女士的一个。你看女士的。249包含门票的，对吧？对。这次没有这个啦。明天有。明天才有。今天是多少钱？399。399。对。东西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只不过今天价钱贵一点。哎，对。今天多少？399。399。249，贵了100多。那就这个吧。那你泡哪个？他的那个男士搓澡呢？男士搓澡就是按摩带按摩的499。要是普通的话399。我这个成门票。啊、嗯。然后单拎算49。最少49是吧？啊、嗯。那我就一个入场券啊，单拎搓澡到最后看报销。主要明天不一定有时间了，我就待两天啊，没事，就一个那个还不含餐了，现在不按摩了，就搓澡，我们两个都是那个基本门票带搓澡。他过年就这样子吗？先换鞋，好贵啊，就是一模一样的，我记得以前200-300一个人，他现在就贵了很多，135，微135。请将拖鞋放入桶内。我进去就，现在还不带饭，18个小时不含餐。他之前是18小时含餐。是吧？啊。在这。请拿好小票，来，找到自己的柜号，请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。V1135在哪？135这。这还有什么区别吗？蓝的那个什么的？就是 VIP 的。VIP 的。请拿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换鞋，换鞋，把我鞋放进去是吧？然后把完全不认识。这是我的手牌了是吧？啊，对。请将拖鞋放入桶内。那我等会儿进去了就先不播了，然后我先那个泡个澡，跟我哥玩一会儿，后面再搓个澡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进去了之后先玩完之后出来前再去搓个澡，对吧？先玩嘛。请将拖鞋放入桶内。可能先进去先玩，换了衣服先进去玩。我先站。哦，那又要换泳衣，我给我哥泡会温泉去。请拿好小票。我那个什么吧，这样子，我等会儿先进去，进去之后换衣服，先不搓澡，我们先去玩，先去换上泳衣，泡泡温泉，泡温泉可以播，我拍我就行了，泡泡温泉玩一会儿，然后玩完了之后走前我再搓澡，然后那时候我再下了。请拿好小票。我就是要过来搓泥的。请带好。那咋办？我今天星星都没过，时间也不够，我就下三星都没过。我们过个三星吧，兄弟们，我们凑一凑。找到了，我们先就是先换衣服出来玩，然后走前再搓澡。请拿好小票。感觉你有直播强迫症啊！我不想的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我还给他们说我烦得很。我其实我今天不想播，就是我还有4天，我还有10000的任务，10000流水，我都没有达到5000，我都没有达到50000流水，我是没有底薪的，底薪就直接少4000，所以我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播，我想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是这个。不给你冒犯啊，那个130那个打开的，但是不播的话我又没有底薪了，没有底薪这个月工资就只有几千块钱，啊，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有直播间，不是我特别想找到自己的会号。那就先换个衣服，然后我们大厅见，后面再回来搓澡。哎呀，哥转账4000。谢莎莎的小画家，不然我们就一人失手百连吧，出就出，不出拉倒呗。真的是生活所迫，我今天就躺在沙发上晒太阳。我今天就躺在那个沙发上晒太阳，我真的晒得我就是不想动，你知道吗？晒得我睡了一两觉了都，不想起来。然后一想到，哎呀，今天又要。
今天有2500的流水任务，我就很急。你再转，你再转。换个衣服，大厅见。还出了结账吗？不是，出了结账呀。那个，我的衣，我的，你来，这是女神，男神在那儿呢。你把衣服给我。等会儿出来玩一会儿，播一下，我后面搓澡就下了。换完衣服大厅见啊。这间是吧？不是这大厅，你就问他们往里面走，就是那个玩的大厅在哪里，他们会给你讲的。我先暂停，我去换个泳衣，好吧。然后大概10分钟吧。